这个事情啊，风险太大了。只要良品率达到80%以上，四个月能赚80万。愚公移山，就差愚公了吧？除了那帮死活找不着活的，谁跟你们干的？那死活找不着活的人有多少人啊？最多10个。10个够了。他叫汪春梅，耳朵坏了。汪春梅，点菜。点菜。我叫刘恒志，厂长好。他是，厂长好。我收到了我最好的哥们跟我一起干。厂长，追风少年。招工好，盼了好几年，抓住你了。你这么差，喜欢率很高的，大哥。高兴吧？他们想做临时工，工资给一点就可以，对吧？好呀，好呀。是工人吧你？黑社会吧？少废话。